现在要示范鸳鸯扣智力套环的解法。那这个鸳鸯扣它看起来像是两个八，两个拉的比较开的八。那智力扣的解法有两种，第一个是先把它解开来，第二个把它装回去。那我们先示范怎么把它解开来。那一开始我们先抓这两端，那右手不动，然后这个尖端先朝下，右手不动，我们转左手。把鸳鸯扣转过来，转成这样子的方向，然后转动左手，这样子，两个鸳鸯扣就解开来了。那第二部分我们把它转回去，那转回去，先把两个要扣在一起的扣环放在相对，那这样子呢？尖端的部分要穿过对方的铁环，穿过之后转动左手，这两个就扣在一起。